是属于那种在艺术上创作上不太安分的。我每次都想和上一次不一样。那批作品拿出来以后，当时有的同行朋友看了说：“哟，说你画的这个鼻子上还有高光呢。”我后来也想，为什么不可以有高光呢？现实生活里的那个高光，不可以入画吗？